为着要来照顾着绿色病沿河中华县政府连接社会资源，举办情深义重团爱心中的端午节关怀慰问活动，运用民间善款甲中华河美募集中华慈惠堂等单位来合作，发送一个慰问金以及民生物资，予县内500个绿色病沿河家庭。县长王惠美一一致敬端午节关怀金予弱势贫民户，希望伫个端午节之前，予这群艰苦人会当安心过节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政府资源有限，县府积极整合公部门甲民间的力量，运用民间的善款，嘛来连接中华河美物业、中华慈惠堂等单位，提供弱势贫民户端午节关怀金甲补助。那端午节就快到了，那我们呢也知道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朋友们，可能呢也有这个啊需要这个边缘户，需要社会大众大家来关心哦。那今天的端午节呢，我们还是整合了各界的一个资源，那会发放5000元的端午的一个关怀金，那还有肉粽以及物资，相给我们县内的500户经济的一个弱势户哦。陪伴他们共度我们的一个端午节。立心响应爱心活动的河美物业中华慈惠堂指出，物资都是信众的爱心，加上有母娘的加持，相信会当让艰苦人得到更较侪祝福。因为我们龙华慈惠堂也是让十方来帮忙来建造的这个道场，那希望十方来十方去，能够共成十方的善事。然后我们是拜着主神是瑶池金母。希望秉承母娘的慈悲，把她关怀社会的在在处处，让大家啊来感受到这种啊社会的温馨啊，祝大家端午佳节平安。县府社会处安排这场端午节关怀慰问活动，现场除了发关怀金甲物资，嘛变开的义诊甲义诊，搁较有就业资讯等单位，希望会当全方面照顾到这场弱势贫民户。多上新闻，张彰华采访报道。